和前女友一起上班的第一天，行，对，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挺好的，我就每天负责浇浇花，然后打扫下卫生就可以了。那还蛮不错的。你这是？上次面试没通过，就想着空闲的时候学习学习。可以啊，那意识还挺强的。晚上想约他吃饭，找到他和他说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涵涵，你在这儿？你怎么还没下班啊？我把这间办公室打扫完了就走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你先打扫，我等你打扫完再说。那个涵涵，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想约你去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应该是停电了。哎哎，什么东西勒着我了？是我，勒太紧，我喘不上气儿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怕黑。啊，别怕别怕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这是电子门，停电了打不开。那怎么办？别怕别怕，有光了。那个，你还记得18年我们去的那个飞机餐厅吗？记得啊，它已经被拆了。还有那那一次刻，我们关于去我们东的回忆湖全都涌上骑心车的时头，候，就好像在昨天发生一般熟悉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公司10点之后有电路要检修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是只能在这儿将就一晚了？啊。